众转身向上，恭请和尚慈悲开示行三问讯礼。礼佛问讯。阿弥陀佛。啊，请坐。我们接着就是要这个大蒙山。那在蒙山之前啊，先跟大家做了一些初步的重点的提醒。因为过去我们比较，如果没留意的话，我们大概就开始唱。那其实整个法会，大家如果仔细看啊，这中间它有如何在引导我们身心，如何转换的这一份法的运作的要领在里头。那因为我们如果一旦忽略他那一份感应，就容易退失掉。最近刚好到一个地方，就谈到从缘起法谈修行感应。感应是感过去应回来，感是属于众生的，应回来。所以昨天我们有在洒净的时候有提到，也是最近我比较常谈的，它就是唯识二十颂里面谈的二世成决定，就是那感应是双方的。活菩萨那份慈悲不容我们，不需要我们怀疑。我就讲了月光照着夜映百川啊，这个月光的这一份光明跟它无言大慈同体大悲这一方面你不用怀疑。现在问题是在于你这一面镜子到底多干净。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就一味的寻求活菩萨的加持，我们不断的求，但我们很少去问。你只问月光如何照着你，你怎么不问我们讲说众生心构进菩提影现中，它是两个心事在决定的，不能单靠佛，也不是单靠众生。我们以佛的因缘，我们今天能接受佛多少的加持，也就是说我们在接受月光的照射能反映多少光明。其实啊，除了月光之外，再过来就是你的心清净几何，关键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谈了整个修行的感应，我众生感过去，活菩萨应回来，这中间是两方面在决定的。所以整个法会的仪轨，因为我们其实从祖师大德他们在成立这个仪轨当中，其实都是依着经教的精神来，但这一方面现在慢慢就遗失掉了。因为遗失掉了，这个缘起就不容易出来，就是有些条件就缺了，缺了它就不容易反应了。就像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去吃人工合成的维他命，我觉得可能直接吃蔬菜水果比较好。对，蔬菜水果里面我们分析出来可能维他命 C， 但这个维他命 C 可能要配合其他的这个微量的其他养分才让维他命 C 发挥作用的。但如果你纯粹只有维他命 C， 就像中药有菌有成，是不是它必须要配合？你如果单靠一样，它是不容易成的，很多事情是缘起的。所以我们时时就是我们过去就依照一个仪式这样一直走，但这中间主要的灵魂在哪里？活菩萨的那一块，如何我们跟活菩萨的这种功德力相应？其实在过去祖师大德他们就利用一个仪轨不断的什么调整你的身心。你注意啊，那个仪轨里面其实隐含了渐次成熟你的心智的啊，就像我们现在如果要做一个动作，先软身运动。
是让他渐次升起，然后渐次再退回来。比如说怎么进怎么出啊，进出有序，因为它符合你的身心的什么升降起伏。这叫行，就是说一条路里面它如何让你慢慢成熟，以便于跟诸佛菩萨的法感应道交。其实有这个道理的，法不在多，药也不在吃的多，是在呀恰当刚好，好恰当刚好。所以在过去我所以我们这个法会，我一直强调法会是以法为会，这个法的精神一旦少了，等于是我们这个里面那个调味炉啊，哎，牛奶少了，就很多的那种香精啊，很多的附带的东西，它的养分退失掉了，它的营养啊，就是说它太多人工的，太多这种色素啊，它的养分不见了。就像我们讲的这个法乳掺水，可是慢慢末法是什么？水中放一点法乳，那味道快没了，完全都是人工的，真正养分快不见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常讲，就是正如早上讲的，我们常在我们有时候念佛，我们会问说，那我能不能把握能往生？其实很多人就存在一种疑惑，我不断的修学，但谁告诉我这样修学是对？你不觉得我们多数学佛的人不大清楚，乃至我们做这个法会到底有什么感应，其实也是多数人不大清楚的。可是我发觉我口渴，我虽然不确定我喝几口，但大约喝多少我会解渴，这个你知道。好，就像我们在法会结束了，我不敢说有没有塞车，但大约几点可以回到家，为什么？方向对啊。好，再塞也有限呢、啊，我不敢十足的把握，但也不至于太离谱。修学佛法本来是这么明确的，奈何我们现在变成修了，结果怎么样？不知道。为什么？这中间的缘起失去了，我们并不清楚这一条路所具足该哪些条件，所以我们带着就是一份诚恳的心，但又带着一种半信半疑。那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法会当中也慢，就是我们法会就是我们所学的法的融入，不是吗？是不是？我们待会会有几乎每一个这个核心的，我们小蒙山一开始，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是所有蒙山最关键的地方。我如何让你唯心造出不同的？我你的心造三恶道，我如何让你的心造成三善道？我们现在就在造你的心呢、啊。整个法会就是在鼓励来扭转你的心，整个仪轨就是带着这一份因缘在做的。但现在有些被改了，扭曲掉了，它的主意义、主精神、元气破坏了，感应就难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这个主杀成犯犯了，不可能，因为因缘不在这里。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经典明明讲，就像我一直讲，就像早上，我们地藏经也结束了，但大家如果有注意听我之前所讲的《地藏经要义》，它的核心在哪里？菩提心，是不是带着一种业海？为什么会有种种业报？业形成地狱的，所以这是唯心所造。既然原理三恶道是唯心所造，那三善道是不是唯心所造？所以我整个法会里面如何让你的心给一进化扭转，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法不在多不在少，在刚好。所以在
整个经典里面我们讲说像央杰摩罗，央杰摩罗杀了999人照样可以证阿罗汉，那他的过失有没有？有。如果他没觉悟，他这个过失可能不知道到何年何月几劫之后才能出，因为杀了999人。但他是何等智慧，他就在遇到佛，他因为愚痴受外道影响，所以杀了999人，最后一个是要杀他母亲的，但经过世尊的引导，他证悟证阿罗汉。你看周立盘陀伽是多愚痴的，大概是比笨的话他是笨第一的，但他也是阿罗汉。杰比罗毁谤僧宝，堕到畜生，下一辈子将堕地狱，只因为佛为他说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句话什么叫三法印？就是人世间的最真实，事实如此，当从中觉悟。因为一切法都是众缘生，众缘生必会展现无常的相、无我相，乃至会表现他本来极尽自信涅槃的那本相。杰比罗就这么一个本来该到地狱，因为佛为他说法，他从此绝死，不但没到地狱，而是怎么样升天正果。地藏经我们也诵过了，他母亲毕十三岁本应该再继续轮回，只因为地藏菩萨为他发菩提心，一念之间转不再受苦。你看那摩登伽女呢，摩登伽女是何等勤止，只因为一念心转正四果，比阿难还高。重点在哪里？觉悟。重点在哪里？了解唯心所造，了解众因缘真相，世间为何如此，我的五蕴为何如此，我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就算没办法一时的觉悟，但我们开始种这样的因缘。所以不是有众生造很多业堕到地狱，他因为他只记得若人一了知善是一切火光这一句，他快速处理。那那奇怪，本来应该很热，怎么只有温温的？因为他的心跟这个烦恼不相应，所以我们就是掌握这个契机建立法会坛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所有参与者都有一份不是在应酬的，这是我们这个三个臭皮匠，何况不止三个臭皮匠，我们有这一份很真诚的心。我们希望所有与会者我希望多给你一点，但你就算没有，就像临行密密缝啊，我们老菩萨刚回去，他每次我一回去他跟我塞东西，我说你把我这里当什么，他就是偷偷跟我藏饼干。我因为不知道，奇怪，我的声带怎么就有这种味道呢？所以有一次我就在这里到处都可以买得到 7-11 这世界密度最高的，你不要管这些的。他说好好好，我说你不要这样会蚂蚁的。讲完了下次回去又跟我塞了。那母亲就是这样，对不对？他就怕你吃不到，就是那种。那我们如果把这个心转为对众生呢，临行密密缝，小孩子不喝不吃拜托啦。那当然我们对子女会这样，那对众生呢，拜托啦，你再坐一下啦，可能有人就在外面飘飘进来啦，念一句也好啦，我给你这个这么大餐，你不要喝口水好不好，拜托啦，不然你这样会很苦的哦。其实我们带着这一份对生死轮回的体会，离开此处你可能继续轮回，难得现在有这样的因缘，我殷重的请求你赶快觉悟。所以我们说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乃是今天
我们这样辛苦，如果花了这么一点时间，众生可以远离很长的苦啊，我们是不是应该乐意？就像父母，我们辛苦一辈子把子女养育长大，父母也心也快乐啊。那这还是世间的眷属爱而已啊，那你不把它发挥回更大的慈悲？就是说我们辛苦辛苦，只要有时候你要想说，这个当然有时候你大家想，你辛苦两三小时，他可能减了好几劫的生死罪业，你才两三小时，可能他就是你的父母眷属啊，你用两三小时，你付出其实很少，他得利很大。就像我们早上讲，遇到善知识，请他让他皈依三宝，他就脱离三恶道。会不会？只要能转。所以这个能转在于我们现在每个人对法的体会不一样。其实如果我们自己也傻乎乎的，你要往生啊，你要往生啊，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嘛这么说，你要往生啊，你呢？我在考虑的，你要往生，对不对？谁去啊？你知道什么叫同事社呢？同事就是说我叫你布施，我比你布施；我叫你慈悲，我比你还慈悲，比跟你说的还慈悲的话，那表示你没骗人。所以我们每个人可以发挥多少功德力，其实往往你自己在佛法上的体会就可以在这里发挥作用了。往往我们一句话让众生心开意解，就能改变人一生呢。所以我们当然我们自身的烦恼，我们也不可能一下跳脱这些烦恼，但我们不就是利用一点诚心，我们利用这么一点诚心改变我们的身心，我们改变了自己也利益众生，我们不就是在这个自利利他自利利他当中不断增长吗？所以这个法会其实最大得利者是我们自己，我们就在过程当中，就像我们现在不断的，本来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开始学到我们如何用法，这种众因缘的这种亲近的，大家众缘和合，每个人亲近来鼓励众生，令众生在这里回心改变向善。我种种善巧，不是我们布施爱与同事力行。我们过去有讲过，闽南话叫“咪咪唧唧”呢。这个有时候就听不懂，就是我想办法用布施爱与同事力行，就是希望你能怎么向着佛法，不是为自己。而是那一份因众心，不忍你受苦。就像凡所有男皆我父，凡所有女皆我母。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希望说，利用这么一点时间，自己受益于佛法熏习。因为我们在三恶道轮回当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这个因。但当我们不断在超度别人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时在超度我们可能未来有的三恶道因？本来就这样哦。我们现在的超度其实在超度自己呢。我们可能还在反复，我们可能我们过去的熏习可能是比较表层的，现在我们透过我们所熏的佛法，我们对唯识的了解，对种种事一切法的观察力转化于我们现在在念诵的当中，包括我们对世间的厌离心我们很清楚，待会我们在诵心经，我们在诵阿弥陀经，是不是跟一般迷迷糊糊在诵不一样？我们知道心净国土净，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有的人哈，今天中午有居士讲说，有的人就不相信净土。我说，相信净土跟相信娑婆一样，这样的心形成这样的土，这样的心形成这样的净土。了解因缘，你就知道这个土是跟着心在走的，这就是缘起。所以我了解这个道理的当中，我现在就利用我现在以我这么一点勤苦，就是短暂时间，我以我这么一个幼稚还不成熟，但还是带着善心，我们组成了这样的一个法会利益众生，
那不就是种下净土的资粮吗？是啊，我们现在利益多少人？这里面有我们的因缘，有众生的因缘。但我相信，你现在一分因重心，一分清净心，也为你往生种下了广大资粮。这个后面都有谈。所以我希望大家能了解啊，有些道理啊，如果你轻忽它，我就做一场法会。那你怎么不马上说，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我经常在诵心经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敲过去，不是呢？心经不就是金刚经？不就是三世诸佛依他成就的？你可以在这里面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我虽然不是观自在，但我应该知道我如何来了解我的五蕴。所以我最近不是在跟他谈吗？我们有时候修学慢慢越来越远离，但这个远离越来越远离现实的时候，佛法也越来越美丽。我们经常在寻求一个解离苦之道，但不知道离苦之道其实就在我们的烦恼中，就在我们的苦当中。我觉得先承认我们的烦恼，先承认我们的苦，其实就是苦集二谛啊。把自己的这种不自在，把这种苦看得清楚，其实也会找到佛法的解脱之道。所以我不是看到很多人临终最近经常会又如何，如果能帮那就不是真正的苦了。我们看到有些人苦的时候，我们想帮他，其实我们也知道只能帮一些而已。我知道 有时候在对那个病人啊，我知道他放不下，但我也必须要接受，我必须要了解，就是你就再放不下你都要接受。这就是为什么要修学佛法的主要原因。唯有觉悟，唯有了解佛法，才能彻底解脱。现在问题不是你要面对无常，因为这是每个人都一样的。问题是有多少人在面对无常当中，能从无常中去觉悟，这一点很少。所以每次都是无可奈何，无可奈何。我知道你不安，但我真的也无可奈何。就像杰比罗，杰比罗他知道自己出生到晚了要到地狱，他很难过。那佛怎么说？我也无可奈何。世尊也讲无可奈何，虽然他语词不大一样，他说就这样咯。不像我们想着你不要怕，好，你不会再轮回了，没有。但我们想的不一样，那个他当初有个病比丘病到那个活去的，也没有说一加持哦 ，OK， 没有嘞。我看到经典都不是这样，都是讲从中觉悟，都是从中觉悟。所以那个病比丘就在病当中证阿罗汉。觉比罗不是因为佛给他加持，是佛跟他讲了那一份三法印，因此断了地狱道。我们现在后面都是在谈这些，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珍惜这个因缘。那我们就应用我们大家一群人的这一份赤子之心啊，让所有与会者，乃是我们所超度的、我们所立的这些牌位的这些众生，不管是长生入位、往生莲位，我们因为我们这份心而有所感应，好吧？那我们先这样，待会会有一系列再继续，好吧？哎，大众请立起，底谢和尚慈悲开示，行三问训礼啊，六回问训，阿弥陀佛。南无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啊，而且刚才我们也念的一句那个《华严经》所说的，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在佛法里面呢，十法界众生呢，在《楞严经》也提到，勤跟想，勤就是越迷失于对这个唯心所造的道理，越迷失的就是勤，越能觉悟这个是能觉悟的，背成合觉的，这叫想。所以这个想，思想的想，跟我们一般所讲的不大一样，应该就是一种智慧的意思。但迷失于现实的一切因缘呢，这叫勤，就执着，叫做背觉合成，这叫勤。从勤跟想的差别当中，有的人勤重，有的人想重，有的人勤如果重，想比较少，甚至就落入畜生道。同样落入畜生道当中，又有分轻重，重的就在地面，好，那个披着毛的，哎，那如果在这样的畜生道当中，如果想多一点或者勤少一点的，这个就是在天上飞的。就像那个《十善业道经》里面讲的，一切唯心，所有才有一切众生种种差别。但它根源在哪里？这个根源就像那个《无量义经》说的，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众生虚妄痕迹，是此是彼是得是失，从此之后往受轮回。所以佛法最根本是什么？看清楚，就是《心经》所说的照见无因皆空，他不是要你做幻想，你不如那我，所以我们在观察下手术在哪里，就是这个苦世间。所以我们讲以苦为师，我们因为在这个最根源的地方的迷失，才有种种众生差别。这就是我们不知道，你看众生虚妄痕迹，是此是彼，是得是失，这叫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以我们现在今天不管在座的所有降临到坛场的一切有缘众生啊，我们今天要超度人，我们不敢说我们有什么大彻大悟，但至少入了佛门也沾点边吧。什么边？入了佛门不得那一点智慧，开始懂得去观察真相，那就是入宝山空手而回。即便我们就在这里点碰到一点点，都是功德无量。这就是产生了所有的感应的关键处。所以我们刚才也念了心经啊，就算懵懵懂懂，我们开始依着心经知道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五蕴就是你的果报体，你不用寻其他道，你就从你身上开始观察，便是修行感应之处，修行的感应之处。就像楞严经讲了，六根让你轮回，六根也是让你成就菩提的。就在这个六根业报体当中，开始观察什么？自本来经，性相空寂，众生虚妄不了解这一切唯心所造，却在这里分高分低，分好分坏，在这里不知道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结果现在在诸法空相当中生出了生昧垢净这些差别，所以就开始轮回了。这是所有我们在这里啊，这不是高理论，我们今天讲一个更白一点，就是说
佛法无非就是让你看到真相，就是诸法实相，不再迷失。你今天入了佛门，如果不懂这一点，即便你就算再大的功德，终归无常。我们就算现在不能照见的真相，那懂得往这个方向来，往这边这个方向去觉悟，去用心，光这个方向的一转弯，才有一个感通的机会。我们多少人入了佛门，好好往这边，我不是说在追求一个空洞的什么空性啊实相，其实我用一个白的一点，就是你无非就是要不再迷失。所以空的意思是什么？空的意思就是破除虚妄执着了。所以空本身就是智慧的意思，它不要你乱空，它只是放下了你那份愚痴执着。我们守着这个身体，然后看到慢慢老，然后看到慢慢背叛你，却不觉悟，你不如就在这个让你非常苦的这个生命当中，开始有一点自我反归的观察，这就离开情而慢慢清净想就出来了。其实它的关键处在这里，但问题是，我们有多少人入了佛门往这边走的？我不是常举例吗？心经我们很早就会的，但慢慢学会照见的却没几个。所以我不是讲吗，我们都依然在颠倒，但随着在学佛当中有一点心得，有一种很想回归故乡的心情。当我们了解佛法的时候，了解佛法的所有感通的关键，就是如何照见五蕴皆空。其实心经也足够该摄的三藏十二部经，问题是放着不管。所以我不是曾经讲过吗？了解个道理，知道未来的归去处，也安心了。了解这个道理也不安了，为什么？就没侥幸的了。如果你不顺着佛法这份道理，你想要在佛门当中得到那份究竟功德，无有是处。也就是说，你不走这条路，你心存的说诸佛菩萨的保佑，那是不可能的，再不能心存侥幸。所以我讲说，只要我懂这个道理，我只要依教奉行，终必然到彼岸。但如果我不能依教奉行，我不能心存侥幸，终究轮回。所以一则安心了，知道皈依在何处；一则也不安，为什么？尚未能依教奉行，这才是关键处。所以我常想，在这一点上，我们入了佛门，有多少人开始寻寻觅觅，就是往这边走？今天不管在座的所有降临坛场来到的一切有缘众生，也不妨因为这个因缘开始了解，开始懂得回返归。我们在这一切世间恩恩怨怨当中，如果你不往这边看，你终无出路啊！因为这个生命是由你颠倒妄想当中成就出来的，你继续迷失在这里，然后继续造作，你所有六根吸引的六尘在滋润这个虚妄生命，继续轮回，然后轮回当中哀哀怨怨的，那又如何继续下去？入了佛门却空手而回，总不知道其实这份爱着五蕴，就是经典讲的庸以粪土啊！你不希望有他的恶果，那为什么百般照顾？就像杰比罗，他后来了解三法印的道理，他知道我不要再执着，所以他坚持舍掉命，不吃，白白把这些饿死。我不是鼓励大家去饿死的，但你要知道那种决心，就像未曾有一年轻那份野甘呢、啊，到最后天人下来请他说法啊，要供养，他说不要，
我今生一了完，我就脱离畜生道。因为他有般若智慧，到地狱马上出，入鬼道马上出，入畜生道今生最后。所以说你给我这些我不爱惜，你只要够我弘法也就够了，你不要再给我太多，这个世间不可爱，就算你给我，我一畜生道我也无法享受。天人讲说你是不是视线，他说不是，我过去曾造业，所以我应该受畜生报，食这种不堪饮用的东西，你再给我也有限，我只能受用你给我一点堪为我为你们说法就可以了，因为我这个畜生道我将舍掉。就在这个觉悟当中，杰比罗离开了畜生道，离开了地狱道，而成就佛道，也就是觉悟的世间真相。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在这个法会当中，我们开始找到一个头，我们懂得回归的佛法正道，这就是我们这些叫菩萨眷属啊。那我们也让所有来临的，我们就一种心，就是说不要再迷失。今天在这个法会当中，你如果懂得反过头来开始，我不知道五蕴皆空，但我懂得开始要照见，这不是说我们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唯有这样，否则的话在这个世间恩恩怨怨，亦有因缘成就刀兵劫，种种杀伐互相论功过，然后遇到以后一旦讨的太多还要还，无止无尽啊。所以一直在沉沦。有时候我们静下心来在思考，如果我们稍微懂得佛法，我常讲叫做往受轮回，那如果知道的话还要继续这样吗？所以有一点赶快想要舍掉的心情，这也就是说留点空间，一心求生净土。因为这种佛法的衰败已经到不堪了，每次听到我光这样一直听，听得我都快很想隐遁起来呢。可是一想到这跟我的菩萨戒又有违背，但其实很不想再接触。也就是说我们参加也是最后一班车啊，未来佛法开始衰了，菩萨道大圣法衰了，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里面，希望大家能有所觉悟，佛法还不断的变质，也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给自己种下了这一份往生资粮。我们也因为有这样的心，我说所有来的人有一种因重的心，就是说不要再空过了，我也不想空过，我也希望所有有缘者大家也该抖擞精神，就脱脱行了啊！正衣千仞钢，濯足万里流，就是有一种抖擞精神，走该走的路。这种轮回到现在，难道还不够吗？所以，希望我们不是求得一时的超度，求得一时的饮食。大蒙山就是用这种见识的方式，但这个见识终究是什么？给予法食，既能饱满你一时的饥饿，但最重要是透过这样的法会能成就你。好，所以大家开始往这边去觉悟的时候，这也是你开始跟佛法相应的地方。当你懂得去开始进一步去追求诸法的真相的时候，这就是二世成决定。开始什么啊？我懂得去把我心中的镜子的污垢去除的时候，必然感应菩萨的月光照着我。我们不是讲说，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尽，菩提隐现中。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不外求，我们但求清净自己的心，那这才是皈依三宝啊！那为了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在这个法会当中，顺着这个轨迹，逐步成熟因缘，
让所有与会者、一切有缘众生啊，在这里藏的这么一点法位。所以我们刚开始有送了什么？第一个破地狱，不仅破地狱，破一切众生的束缚，让他们想来闻法，因为有来闻法，他没办法闻法，所以我先解除这些枷锁，然后我已招请你过来。招请过来以后，有种种的恩恩怨暂时止息，莫再为过去世的恩恩怨怨而耽搁了您的解脱因缘。所以我们刚才咒语就是一一放解开他的枷锁，让一切困住不能闻法的众生得有机会透过我们的招请来到这边，希望就在这个难得殊胜的因缘当中得的一分法位啊，也让每个人啊减少了轮回之苦啊。所以这个有一种心情啊，就是希望大家在这里啊能好好珍惜啊。那我们往后就是依着这个因缘啊逐步往下走。我们前面引请三宝啊，现在我们必须要知道经典为什么说三皈依之后啊，不堕地狱，不堕畜生，不堕恶鬼。皈依本身就是一种脱难的意思，脱难它有救护的意思，救度，皈依本身就有这个意思。那为什么皈依有这个意思？其实佛对三宝要有一种实德能。三宝为什么是三宝？我们大概就是一个笼统的观念。其实三宝之为三宝，这个实在是实在哪里？觉悟，有这么一个对世间真理的觉悟，就像前面讲了，因观法界性，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这就是三宝。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佛不是白来的，就是觉悟一切诸法真相的。所以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天的皈依，它会道理完全合在一块，有这么一个究竟真实的道理，才能产生功德力。所以皈依三宝的人，是不是就信受这样的三宝？因为是这样的因缘，也是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的。这个无蕴皆空的这个真实道理，三世诸佛也因为这样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只要照着做，我们是不是也能？所以我们在修持净土的时候，是不是在厌离娑婆？愿你娑婆是不是有点意思，就是开始照见娑婆的五蕴皆空的意思，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有的人愿你娑婆只愿你讨厌外面，都很爱自己，偏偏这个自己才叫这样的爱取有，才叫娑婆。你看到这个世间，你不能知道这个身心一切的虚假，你就不容易彻底的厌离。你会以爱着自己，偷偷爱自己，然后求生净土，然后面对临终的时候，就开始又回头爱自己，而不愿意往生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为什么选择三宝？因为世间诸法真相如此。所以我说，学佛的人会有一种特性，会越来越清楚，就一切讲道理，讲因缘，说有为何有，
说无为何无，都是依缘起。这样的缘起因此有，因为这样的缘起，我才说它无自性。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了，我们皈依三宝不需勉强，皈依三宝的自然，自然到口渴喝水这样。为什么？道理如是。所以我皈依三宝，不会因为我遭遇一切东西而改变对三宝。很多人学佛学到最后就不信了，因为他是用感性的。我们不管我们遇到 多大的困难，不管顺境逆境，口渴喝水不会改变，这是真皈依。这个以真理、以觉悟、以智慧为皈依的，不堕三恶道。也就是说，这样的皈依是离开情的，这样的皈依是慢慢增长清净想的，是背尘合觉的。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由之内心，不需要逼迫感性。为什么要皈依？此为真正皈依处。为什么？唯有此处为真实，其他更无余道。我希望大家建立的是这一份心情。虽然我们还很远，但很远很远，方向却确定了。为什么？除此之外无有一次物可以皈依。为什么？一切都是无常，不可信守，不可信守。所以我们是从以对真理而产生皈依的。所以这个皈依，即便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还在烦恼，我们虽然不就近，但我不改变我们的皈依。为什么？它就是一个实在的道理。即便再怎么迷失，也都只有这个。就像我们为什么有的人一直在念佛，但其实心有挂碍，你倒不如说，你就像我们待会法会结束，大家都回家。为什么？这是我法会完的唯一的路。我不用提醒，因为我已经做好决定了，因为我要回家。我不管世间多怎么样，我再有诸多的放不下，我也知道它不究竟。我今天选择的佛法，最主要是因为它为世间最为真实，也只有它可以皈依。为什么？它最真实，它把世间真相说出来，众生因为迷失它才轮回的。所以我要若能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该懂这个道理。那我们因为这样道理，我们才来皈依。所以随着这个对法的一种坚信的抉择，这个皈依你会产生一个，我常讲的，就是应该有这种感觉，更无余道。就像三宝歌讲唱的，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处。它不是感性，是却只有如此。所以当我们在信受的时候，这中间有一种不会动摇的心情，所以产生很真实的皈依。那这个皈依一旦定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法会上，乃是一切来临降临到这个坛场的，希望我们依以这样的道理，不做其他选择，此为真理之处，也是我究竟皈依之处。光起这个念头，你就可以转你的三恶道的因缘。所以你看呢、啊，皈依佛两足尊，胡慧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为什么离欲烦恼？因为他是究竟能了解诸法真相，所以不会生妄想颠倒，所以叫离欲之尊。在众生当中，以能修学三佛法的为众中之尊。今天都是以究竟真实的智慧为一切三宝之为三宝的最主要的理由，所以我今天不为他求，但皈依三宝。所以这就在这里面，我们因为皈依，在过去修学佛法一切法成就，经常就在三皈依当中。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啊，也能随顺来皈依，
这皈依再不是以前这样念的，是由自内心深深了解世间三界火宅无常苦空变化不安，难成皈依。唯有佛法究竟真实，才能令我永断轮回，所以我升起这样的皈依的心。所以我待会念的时候，你们跟我一起念这个念啊，本来要用唱，那我怕大家唱到就变成音声去了，但我希望大家正正式式的以心开意解做了我未来的抉择，此路为唯一正真之道，更无一道。好，好，我念一句，你们跟我念。好，皈佛，皈佛，皈法，皈法，皈僧，皈僧，皈佛两足尊，皈佛两足尊，皈法离欲尊，皈法离欲尊，皈僧众中尊，皈僧众中尊，皈佛不堕地狱，皈佛不堕地狱，皈法不堕恶鬼，皈法不堕恶鬼，皈僧不堕旁僧，皈僧不堕旁僧。一拜，你们代表者就拜。我们在皈依的时候有一种一种对这样的究竟道理的信受，所以有一种很坚决的心， 不需要逼迫，就是有一种因为觉悟而皈依，所以它是一种很顺当的，就是因为我皈依的就是一个事实而已，我皈依的就是一个真实，所以我更不会做其他的选择，因为唯有它为究竟，唯有它符合真实实相。皈佛，皈佛，皈法，皈法，皈僧，皈僧，皈佛两足尊，皈佛两足尊，皈法离欲尊，皈法离欲尊，皈僧众中尊，皈僧众中尊，皈佛不堕地狱，皈佛不堕地狱，皈法不堕恶鬼，皈法不堕恶鬼，皈僧不堕旁僧，皈僧不堕旁僧。一拜，因为法上矛盾了，所以矛盾就是皈依的清净是跟三恶道矛盾的。这份坚决的心啊，等于是虽然是皈依，其实也是正见真上，正见真上不堕恶道，而何况我们现在再次熏习，所以我们曾经轮回无尽啊，就在这个因缘当中，我们开始接触到皈依的真实意，我们由自内心发出这一份真诚心，做一个彻底的皈依，因为这样的皈依刹那之间，就像地藏经讲的，马上脱离三恶趣，因为善知识的引导起的这个皈依，这就是我们成就法会的意义啊，是不是？皈佛，皈佛，皈法，皈法，皈僧，皈僧，皈佛两足尊，皈佛两足尊，皈法离欲尊，皈法离欲尊，皈僧众中尊，皈僧众中尊，皈佛不堕地狱，皈佛不堕地狱，皈法不堕恶鬼，皈法不堕恶鬼，皈僧不堕旁僧，皈僧不堕旁僧。一拜，好，我们做个结，就是这一份圆满，我皈依法，皈依佛，彻底圆满啊！皈依佛境，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皈依僧境。一拜，圆满成就的意思，所以毫无保留，
这一份心彻底皈依，皈依佛境，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法境，皈依身境，皈依身境，拜。皈依佛境，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法境，皈依身境，皈依身境，一拜。一旦呢有三皈依啊，就如啊，我们小石头丢到水里啊，一下就沉；但我们有一个大石头放在船上啊，就不会沉。这叫那先比丘经所讲的。如果我们内心里面从这一份心啊，正彻底皈依啊，就如一切众业啊，由大船承载啊，不至于沉沦三恶道啊。好，那我们既然皈依啊，我们就必须要知道，皈依是走向觉悟。那第一个觉悟在哪里？自觉烦恼，自觉过失。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沉沦到末法？我们为什么会沉沦六道轮回啊？三恶道自有他的业。那不管我们现在是在人道乃是天道，在哪个地方，这个业只是尚未成熟啊，终将受苦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来忏悔，这个忏悔我们现在没办法一下子彻底的忏悔尽，但至少表达的那份真诚的心，这个心啊，所以要有这种忏悔心，不要轻忽忏悔之意啊。我们现在的烦恼业力一直纠缠着，但上你必须要有这一份自觉之心。当我们有一种断然自觉的心啊，可以让你跟过去的业啊就分割掉了，即便后面有众多的业等着成熟，也因为你下定决心以去觉悟它，好，那因为这样的因缘，让很多众恶缘怎么样，圆缺不生。所以这一条修行忏悔的路啊，在我们还尚未成就，应该以智慧自觉，随时关照，令自己清净。所以在这个忏悔啊，既然为皈依佛弟子，当应该知道，由此业报生，必因过去曾经造业，不管是过去已造，现在在造，未来可能要造，我在此以诚恳的心忏悔。所以我没办法细细的分，但我们总的至少在这个坛场当中表达的一份忏悔之意，不再造的心，这一份反转。本来是应该将堕悬崖，却因为一个念头回转，虽然悬崖就在我后面，与我无关，只差一步，却那一步永不会再现前。所以有些业有就在这一份自觉当中，在这一份忏悔当中啊，一下脱落啊。所以这个我们过去在谈忏悔的当这个啊，希望大家能以更彻底的知见来关照自己的烦恼。一切修行来自于觉，包括我们的过失也是因为觉才慢慢脱落的。我们有很多的因缘一时没办法跳开，但至少我们应该发起这份觉悟之心。所以由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像我们前面讲的道理啊，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讲的是无声忏，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入了佛门，也就是开始慢慢一分一分来看到那份身心的不自在，那种凄狂，那种在虚妄境当中的攀援。我们希望在佛门当中，当你一分一分了解佛法的时候，这一份清净也从这一分一分生了。这就是佛法的究竟意义啊。也从这里面，我们很乐意的，不是在一个简单讲说，哎呀，我好像没有过失。
你要论啊，我们的过失啊，当我们一再迷失颠倒的时候，这就带着过失了。所以我们从初的过失，乃至我们为了要彻底不再造业，我们应该不断修学佛法，对世间升起智慧觉照，才能永断这个轮回。所以我们依这个心知道，因为我们尚且愚痴，必然在身口意当中会常造作，从过去往昔所造诸业，都是从无始的贪嗔痴。所以从这个身与意之所生啊，一切业障我皆忏悔。这是一个活弟子一开始准备修行的第一步，就是忏悔。好，那我念，哎，你们起来，哎，我们一起唱好，我们就没有轮流，但我起腔，大家一起啊，送这个忏悔偈哈。哎，不用，哎，坐着就好吧，因为没要吧，坐着就好，他们代表。往昔所造。借着这个忏悔，表达一份向觉悟这条路的一种决心。既然我们有这份忏悔意，也有这种向着觉悟这个心，那就必须要去增长我们的智慧。就像《心经》说的，就像《金刚经》说的，我们如何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我们如何不再以这种自本来经性相空寂的一切法当中，不要再虚妄痕迹，唯有往这边走，才能真正彻底清净。但我们已经下了这个决心，就应该往这边走，而不是说唱完了，不是，我下这个决心，我这个决心一旦坚固，一切恶缘就不容易转。我既然朝向这个方向，后面其他的路可能会招感其他的果报。虽然我还没到达彼岸，但其他路我也不去，所以其他等在旁边的这些果报也不会发生了。所以，但我这条路还有一段距离，我应该逐步逐步的更加前进。这必须要我们长久学法。好，但这一份决心，这个作为活弟子啊的这一份决心，我们在此下了，我们也表达这份忏悔之意。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管我们为人道，乃至为其他的三恶道的众生，其他三善道的众生，不管处在顺境或逆境，终究未圆满，轮回之果报啊，还是不断。我们今天有幸来这里皈依三宝，也就是说，我们未来这份脱离轮回，我们也种下了这一份因。我常举那个我自己以前那个生病的因缘啊。所以有时候到医院啊，有时候到医院都有一种应该说不上来的这种感觉，我很想帮你，因为我知道你这样很苦，那种摆脱都摆脱不了的苦，我很想帮你减轻，但实在是没办法，因为我们能力有限啊，我们还在苦中啊。所以我们有这一份想法，就是说我几时赶快成就，让我具有更大的能力，能给予那些苦难的众生施以一点援手，让他们减少一分。我只要增长我一点能力啊，我就能减少他一分苦。
我光只是在这里哀哀怨怨的讲说度化众生，一点都没办法。我们经常去，我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稍微懂得佛法，在这一点上，我们希望大家能会向佛法，而不是只是唱一唱。我们就把我们稍微体会的佛法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分享，也能随顺的发菩提心。我们也希望在我们一点佛法的感应当中，能再慢慢成就，能随缘度化我们有缘的众生。我们既然走有一个皈依之路，就会想说，是不是也让有缘者，这种情形就是现在也比较少人发这个心。我想到净土，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啊？不要，你一定要去啦，世间未来很苦哦，这个机会难得，好，一起来啦，一起来。因为那个很苦啊，那现在有这个因缘，我们想说能给就给，因为处在那个地方，我们会发觉，就是说我们当初在苦的当中，总是渴望人家对我们的一点帮助。我们有时候发觉人家也充满这份热忱想要帮助你，但无可奈何，糖还是你在糖。所以我那时候也想说，哦，那时候很多人发心回向，那让我们也得以解决了这个病苦。但同时我在想说，所有那么多人回向，我其实比较渴望的是看他们轮流大家来躺一下，让我出去逛一下。可是发觉好像躺还是我在躺，生死治疗。所以有时候面对到每次，包括之前我们一位法师往生，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形，我要讲说还好过去有缘，他生平我都有在谈。但我其实很不希望说，当你走的时候，我无可奈何，尽人事听天命的在跟你送个亲。我很想在你还活生生活跳跳的时候就跟你超度了。我希望你自己有所觉悟，就在这个法上，而不是到最后无可奈何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啊，我跟你送亲，你有没有收到啊？我觉得不想再做这种很无可奈何，尽力吧，但不知道呢。我希望做的是能知道的。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道理，我们由自身苦，苦即灭道，发为四弘誓愿。因为你苦，所以你能感受别人苦，所以你想脱离苦，也知道众生必想脱离苦，知道一切苦来自于烦恼无明，所以我想自觉，因为我自觉才能彻底离这个苦，所以我也要觉他，令众生得离苦。即便我们现在赛场有一些鬼神众，乃是其他道的众生，虽然你处在苦中，是不是很苦？是很苦，也不妨借着自己苦，也发菩提心，发悲心。我今天有此因缘仰仗佛法得一点利益，我也希望在就这个，我虽然是三恶道众生，我也不妨碍我发菩提心。所以我们在这里唯有这样，从一个不断渴望人家接引，竟然转为菩萨。我以我自己的苦因缘，我感受到那个苦不堪言，苦不能处理的那个永无止境的这个轮回，我苦彻底的，我也为这个苦跟我同苦之众生发愿，我将度脱于你。啊，所以有这一份心啊，大家应该同心发愿啊。从一个苦等待救赎的一个众生，并尽因此因缘，因此法会因缘，从一个轮回众生，竟然转化为菩萨发心，不妨碍你。只愿意看，只看你要不要。所以我们也这个心啊，我要讲说啊，能发这个心的因缘不多。我们经常念，但由于对世间轮回的觉悟而发起那种由智慧而升起的自觉觉他的这个悲心啊，这种有内涵的这种四弘誓愿不多。我想说，过去有因缘方得发菩提心啊，这就是菩提心。菩提心的功德多大，连佛都说不尽，因为就如我们待会要念的，因为它是无边无尽无量
无上，都是无界限的，成就广大无边功德。所以即便佛用广长舌都无法说尽你的功德，因为你是不会停止的。所以一个人在今生当中有因缘发这样的菩提心其实不多，一个能深刻由决定心生出决定心，我意义自身苦的对世间的苦的一种觉悟，对众生对自他一切的这种觉悟而发起这种心，非常坚决而不动摇的这一份心，这唯有大丈夫才可行。不管我们在座的乃是其他的来的有缘众生，若能借此法会发他一丝的这个真实菩提心功德，就像《金刚经》所说的，算数比喻所不能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带着对世间一切虚妄的觉悟而想要自觉觉他的。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我们只要发这个心，我们就会成就广大不可思议功德。所以我们这个发菩提心是不是带着觉，是不是带着悲？因为觉自己苦啊，所以自然也生悲，也知道道理根源究竟归处在哪里。所以我们发菩提心究竟趋向涅槃，无上菩提，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发这个心的时候，是一种对生命轮回苦的自觉。所以叫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啊！众生无边我愿意度，烦恼无尽我愿意断，法门无量我愿意学，佛道无上我愿意成。它是一种坚决的心。那能发这个心啊，能除一切过，能成就一切善法，佛陀的无上正等觉，所以衍生的一切佛法广度一切众生。而我虽未到，但我随佛所学啊，随我所行，自我自处，佛走向这个无上正等觉，我既是学佛者，佛到哪里我到哪里，佛发无上菩提我也发无上菩提，以这个心来。好，我念一句，你们跟我念一句：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一拜。我们可以圆一切广大的众生，有一种很坚决而明确的，此为究竟之处，一个将人性为究竟发挥的这份菩萨道，我有幸得知，我愿意圆满它。所以一个本来是小心小量的烦恼众生，将轮回六道，只因为这个心啊，可以种下未来成佛之因。所以我们应该带着一个非常壮阔坚定而欢喜庆幸的心，所以我现在不能广度一切众生，但我将开始起修利益一切众生。我虽软弱，我就像国王生的小孩子这样的不堪，但我终究要接王位。我现在刚出发心为菩萨，但终究我将成佛。这份心是一个实在的不欺狂是很实在的心。所以我们发这个心的时候，有一种内心相当笃定的一种感觉。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一拜。
这个心就像无尽灯啊。所以由于诸佛而下来的这一份光明啊，也就点在我们不管是人道乃至所有的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的一切众生，就在这么一间，就像那个维摩诘经啊，有一万两千魔女，只因为维摩居士为他开示，本来是魔宫而来的一万两千魔女，刹那之间转为一万两千的菩萨。这一万两千本来是要染污一切世间，却成为无尽灯。我们所有有因缘与会的一切大家这些佛弟子啊，我们也可以因为发这个心而也点亮了我们这一盏无尽灯。从此之后，就像杰比罗可以要到地狱，只因为有所觉悟，刹那之间转为啊解脱。就像摩登伽尼可以是这样的情执，但也刹那之间转化为阿罗汉，之间只在于觉跟迷啊，而在于这种广大的心。所以你看《楞严经》里面讲，我们有这一份感恩佛恩法恩三宝恩，所以我们有一种将持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这个都表现在这四弘誓愿里面。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一拜。同样发愿，我们要找到源头。就像刚才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众生，包括我们现在的众生，一切众生，难不就是一种迷梦之心而成的吗？所以我们要度外在众生，也当入度内在众生。我们要度的那一个是迷失于法界性的，本来是性相空寂，也偏着在这里虚妄痕迹的。这份烦恼我誓愿断，我不能迷失于在，我虽要广度一切众生，但我知道源头，我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云何住，因何降伏其心，我应该怎么样降伏我这个自性烦恼，我应该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我发的是将我自性烦恼誓愿断。所以我要度一切众生入于涅槃，而为众生可度，自信众生誓愿度啊！我所学的这一次心地法门，我但求照见无因皆空，成就般若智慧，一切法门由此而生。就像《无量义经》而说的，堕观无相，成就无量义门，是不是在这里？是不是？我成就的是本质清净的这一份，本来清净自信涅槃的这一份佛道。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不断发这个心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迷失它的源头。我们知道我们如何从照见无因皆空，从能观察一切虚妄一切性相空寂，这才能圆满一切佛道，是不是？金刚经如是说，无量义经此如说，圆觉经是不是也这样说，自幻即离，离幻即觉。楞严经是不是也这样说，歇即菩提，哪一个不是这样？这才是真正的度化众生，才是断尽烦恼，才是成就无量法门，才是成就无上佛道。所以我们今天既然入了这一个来参与这个法会，我们必须要能抓到这个源头，虽然路还长远，但这个方向已确定。好，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自信佛道誓愿成。一拜。这个
抓到源头啊，我借着外在的三宝的皈依，乃是我从四相发四弘誓愿所修一切行未得根本啊。所以我今天借着外在的六度圆满就近清净的六度啊，所以说我借着布施对治我内在的贪众生，我借着精进对治我内在的懈怠众生，我借着禅定对治我的散乱众生。所以为什么在经典讲六度啊能成就什么唯识性？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法门隐藏在这里，所以我们既然能发这个愿啊，我们既然有机会，那我们也必须要坚定这份方向啊，而不是在修学佛法，虽然志向很高，方向走错，到最后只是一场凄狂。所以我们在事上发这样的四弘誓愿，在理上也能去向究竟发这一份理上的四弘誓愿啊。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自信佛道誓愿成。拜。好，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自信佛道誓愿成。拜。好，我们既有这样的愿啊，那我们应该逐一落实啊。那我们接着哈，就开始，就在这个法会当中，我们也熏习的这些法，我们也得利益，但我们也希望透过一切经咒，让今天我们招请来的一切众生能得实质利益。这不但是啊，圆满我们自己愿，也令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既然有愿，当以行填愿了。所以，就用我们现在也做得到的。其实，如果我们招请了这么多众生，就像我前面讲说，我们去放生，本来我们只要去个地区啦，啊，突然说另外一个地区本来说不要，啊，又说要，那这样变成又要跑一趟很远。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再远，一口气可以度好几万的众生呢。再远我们也去。你不要怕麻烦。其实一口气就要有很多众生离开这份死难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会有这一份心，就是说能给尽量给，这份慈悲心不是空谈。我们应该不辞辛苦，你要知道，你有时候我们缺少对众生苦的观察，所以就轻易轻忽。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能做的有限，只要能力所及，应该尽力而为。所以像现在有众生来，我们愿意用我们因众心啊，我们既然是发菩提心了，那我们就依我们现在的因缘，希望这些众生啊在这里能得利益。所以我们诵经咒的时候，刚下一步就是第一个，我们会谈那个会上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再过来是观世音菩萨密业障真言，这都是在除罪。那除罪我们该过来就是开烟火真言，让他们得受饮食，这是大蒙山从
表象来讲，这是一个重点。我们要他能纳受佛饮食，所以要开这个咽喉。然后最后，我们希望他们能纳受三昧耶界，成就戒体。好，那再过来是辨识，希望受用。这个辨识除了现象上障，那辨识乃至从甘露水真言、一字水轮真言、如海真言，都是借着四相上的饮食转化为法食。所以它就像那个维摩诘经一样啊，从以他相继火果带来的饭啊，不但能充饥，最重要是长养法身。所以它是借着这个相转为法的。所以我们在持这个咒的时候，虽然有很多地方我们不一定能如实掌握这一份道理，但我们以虔诚的心，这个心净国土净，我们有这一份觉悟之心，有这一份慈悲心，随着活菩萨的经咒，可以因这样的心显现一切差别功德。就像我只要有钱，我要买很多东西都可以。今天我的钱，我也可以到日本，我也到美国，我可以到大陆，我可以到很多地方，因为我有钱，因为我有这一份智慧，有这一份慈悲，我可以随缘展现一切妙功德。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因缘啊，希望莅临法会坛场的不空过啊。就如我不是讲嘛，就是说我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机会，但让我尽尽地主之谊啊。这样菩萨跟一般比较不一样啊，我们菩萨情况在经典讲，就是说我给你，拜托啦，让我给你啦，有点像神经病这样，拜托啦，让我给你嘛，你拿啦，就像那个妈妈跟着儿子，你吃啦，是就是这样。啊，结果他吃了，哇，妈妈好高兴这样。那菩萨是怎么样？给你啦，给你啦，你真的要，太感谢你了，哎呀，你不嫌弃，让我供养你。菩萨就这样，你看那个经典，给的比拿的快乐。就是说，念一切众生跟我们有深缘，所以有这一份心，你能不能多拿一点？你能不能多拿？拜托啦，多拿，以后不一定有，啊，尽量拿，尽量拿。所以有这一份心啊，希望一切众生啊，在我们这份因众心，我们能力有限，但我们诚意十足。就在受这个经咒当中，我们自己受益，我们在这个受益当中，我们远离未来将受的果报，我们现前也利益众生，让他们得欢喜。好，诸来求则是善知识，活道因缘故。功德多大都是你们，为什么？你们不来我没办法成就。所以当我们在度化，你看啊，我们难得有因缘换个身，有几万条，还有这一辈子有这个机会多放几次。好，那我们现在有机会能超度这么多众生，尤其是我们陈将军因这个因缘你功德无量不仅是能利益历代的这个阵亡将士，也因为这个因缘有很多人参与这个法会，有形无形利益很大。那我们感谢什么？感谢因为有你们的因缘，我才有这个菩提之量，对不对？很少有机会能捞到这个的。谢谢你们来啦，谢谢你们贴那么多的牌位，让我们有机会一口气我要一个度度很难，这一口气来了几万个，哈哈哈，贪财贪财啦，贪财贪财，一口气就能一下子成就这些广大福德，是不是这样？带着这个心情啊，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一点上啊，就是利用我们既然发了愿，那我们愿意行菩萨道，那我们就把这一份诚意展现在我们未来将要诵的经咒，希望以这一份菩提心，菩提心这个智慧心所诵持的咒语不一样，一个是迷迷糊糊、浑浑沌沌的咒，
我们现在是以这种清净菩提心，以这份殷重的悲心，为一切众生持诵咒语，发这样的愿，它是功德无量的。好。我们法会进行到这里呀、啊，从一开始，好、哦，说出了这个，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的这个心地法门，由这里衍生，包括三皈依、忏悔、发四弘誓愿。乃至所有的经咒，其实它是一切法门互相含摄的。就像我们啊，当我们了解这个苦的时候啊，我们如果要真了解苦，是不是要有这个智慧？当我们了解这个苦的时候，我们悲心是不是也生？当我们了解众生的苦的根源，必须来自于觉悟，所以菩提心也在其中。所以当我们有菩提心的时候，我们的悲心是不是含摄在其中？是不是也因为含摄的这一份菩提心，是不是也带着这一份觉？所以这里面的咒语啊，其实包括我们讲的大悲咒，包括我们心经咒，这个里面都带着一种智慧。其实大悲咒也是，大悲咒的咒语实质翻译，它不光只是佛菩萨的名，它就是般若。大悲咒本身就是般若，都是空无相，这份道理有人有翻出来。所以哪个法不是法法道同？依着这份觉悟落实到众生，生出了慈悲；依着这样的觉悟看到世间体会无常；因为这样的智慧，我们了解应当如何忍辱。所以依以不同的因缘展现了这种种的功德。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一个法会当中，我们其实经历了很多的法门啊，也许就看起来就是这个两个三小时的法会。正如我们讲说楞严咒，我们最近刚讲楞严经，楞严咒算够长了，五会。但真正的楞严咒多长？那可能要很多节都念不完真正的咒语。心经才260字，我们刚才已经念了几遍了，是不是？但心经的智慧无量无边。我们今天也看到的，用种种的，包括用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观世音菩萨灭业障真言，先将罪业给消除。其实真正的业来不就是从自己众生愚痴颠倒的转换，才能彻底了解这个业。我们有种种的业力，才不能饮食。今天也这个咒语有这样的智慧，才打开了咽喉，让你能得受用法时，是不是？所以其实，当我们不断在前面发菩提心，在忏悔、在皈依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隐藏了所有咒语的这份功德？然后我们因种不同的因缘，发挥不同的作用。虽然一切法法道同，缘因缘而显现差别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法会当中啊，我们其实经历了种种的这一份法门啊，其实心经一部也可以圆满四圣谛的，好、啊，因为从
五蕴是苦果，好，那所以一切苦如果不能照见五蕴，就会衍生一切苦啊。所以这一份照是道啊，灭一切苦是灭啊。所以这些五蕴是苦因苦果，然后我们透过照见呢、啊，能度一切苦，这就是四圣谛。所以从四圣谛发挥而成就了四弘誓愿，那成就了佛道。其实光一部经也开设了所有种种法门，所以利用这个法会经历的这些啊，其实可能就像那个大圣流转诸有经所说的，我们今生所造的业造完之后不见了，但最后它就在临终跑出来了。我们今天受完这个经咒不见了，但也成就你的功德了。那既然我们有这个因缘啊，来受用这个法，希望大家一切这个因缘啊，不要因此忘失啊，哎，能掌握这个道理啊，这就是我们不要等闲视之，也不像一般做法会的这样的心情啊。啊，比如说我们诵完经了以后，然后回去，然后就不见了。我常讲，因为佛法经常走到最后，有点越来越，越来越抽象了哈。我们今天在这里，比如说，我们利用这一段时间，不是光只是因身，是理解佛法。理解众生轮回的根源，也了解了众生解脱的方向。我们了解完了以后，离开这个法会，这个种子是不是应该在你心中了？当我世间很多模糊，我有很多道理不模糊，我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好好思考，经过种种审慎思维，做下决定，离开这个地方，走出去，我的决定是不是就在我心中了？当我用七天念佛，念到最后，我不是光只是因身，是在念佛七天当中，种种对世间的厌离，对净土的欢喜，七天念下来，离开这个坛场，离开这个道场，我的往生心已生决定。我今天在这个法会当中，我不是因身过，而是我熏习对佛法坚定的信心跟皈依，我从这里有所觉悟，所以离开法会，这一份种子已经在我心中不退，这才能得度，不是吗？好吧，或者说我们参加法会完了就完了，这就是我们一般法会完了就完了。但我们现在如果透过这个这次法会，我们完了，我们作为一个菩萨戒弟子，是不是？刚才我们受有点类似受菩萨戒的，众生无边誓愿，就是啊，你发了。这样是啊，你赚到你还啊，所以依这个愿而念佛成就啊，实际上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心一旦有，我因为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念佛到临终，我其实很少看到临终的人是发菩提心的，大家就畏惧生死，这个正常的了。但我希望我们今天这样学习，是以后在你临终的时候，你带着一种很热切的心，我想要快去快回，这世间不可爱，我想赶快永断轮回啊，我希望赶快成就菩提，是这一份学习的心到临终，不是用畏惧的，是一种承担，有一种对世间的告别。所以这次我到加拿大去啊，他们要我写一些东西，我后来写了几张，娑婆最后一生，我希望做到不想继续依这些烦恼，这个世间苦啊，所以我希望轮回到今生，希望了断，哎，这是我最后。在娑婆的最后一生之前，我们有一个和尚住那个觉王洞啊，他有讲说这是我最后一站，因为他之前在另外一个山上已经八年了，后来到我们这边也十年，
他希望他能最后，这就是他在这里的最后一次。可是后来跌倒，不然他的心很用功啊，他就叩幽冥中，一个老和尚在山上这样，我们的吉旺洞啊，他希望这是最后一站，可是后来跌倒，哎呀，真是很可惜。他那个决心很重，但不管怎么样，就像我们常讲的，万缘之拓不盈，众苦之人莫回啊，就是说。有一种觉悟，我不在世间一切，不管顺境逆境，我不吃一切重苦，我当忍耐，不受干扰而有所退却，应该有这份决心。不管我们在座的所有有缘众生，今天在你这个坛场，应该也发这个心。也就是说，像那个杰比罗，他知道过去为什么毁谤僧宝而堕入余道，充满各种头，因为骂人，他了解这个道理，我不再悔了，所以他坚决舍掉这个畜生报。你看那未曾有因缘经，我就此最后畜生道，不要再给我众多供养，到此为止。唯有发这个心啊，才能彻底处理啊！希望在这里我们能结这个缘啊。